上不去，还上去了。哎呀，我老了姐。好，喝水去了，喝了好多，喝了好多。哪喝的？厕公共厕所。哎呀，又是人之事，他本来起到杆子嘛，他光呀，来把他那身上哎，要喝水吗？在那改当中，还上去了，要在哪宝贝好了，吃白肉啥子吧？
上半身耍到啥了？没有，他一直那种。他们俩说体积都一样的话，他也喜欢那样子站到，他跟他们，跟他那个体积这么大的小狗都喜欢两个那个前面立起而趴到耍。那他也是个公鸡了嘛，也是。老板，走，你去商场了没？把商场那不准你公鸡吃噶？有些可以地方，有些可以。像伊藤你准去不？伊藤那些不晓得。伊藤那不准你去。哎，市中心比较多，市中心的太古里啊、IFS 啊、红星都可以，都可以带狗进去。家乐福也不能带嘛，家乐福也不能带。对，可以行天的。这个位置啊，哦，肯德基那个方向。老板，走了，走这边，走两边喽，走喽，走喽。好嘞，这啥的歌儿？小意思了。好嘞，好嘞。又把你车背上来呀！就是，哪儿还有只狗狗？啥子呢？
还有五只狗了，多了一只出来了。这啥子姿势？都是公狗嘛。哎呀，哦，虚的很。他背上把整个旗要绑的，三哥呀，好啊，他咋整累到了就等起他不不那个。不下来又来，起那个又起了，哈哈哈哈哈。脾气好得没法大，哎呦，咋子整怕你哥，我们走了，船长回家了。
走了，金哥。哎呀，你也回了。走了走了走了没走过来保守了抓到他好了好了好了快点赚钱赚钱回钱回来了我去买那杯咖啡哈反正买水果哈光的泡休息啊对吧泡个后冷腿听没有休息啊好我来吃东西还吃东西听没有光的泡光的泡你看见你好累好累等会儿我买东西过来刷哈对吧我买杯咖啡过来德坤新天地里面有一家瑞幸咖啡准备咖啡来喝咖啡喝了我们再来一个哈哎算了自己包上去来微笑哥哥看不看柚子好小哦、
哦，这儿有瑞幸咖啡，看到没有？我都看到喽，整一杯。火马玄参，等等哈。哦，3:502个小时。欢迎光临河马先生，请提前出示健康码，请佩戴口罩，谢谢。欢迎光临河马先生，请提前出示健康码，请佩戴口罩，谢谢。14.47吧？不是，44。哦。
等一下哈，二十号了啊。这是汽车的机。哎，是是是。稍等，还没好。好好。马上就好。啊，您我的，哎，是我的吧？我已经上。零四七是哪里？哦，零四。你的零四七了嘛？十七嘛少了。哦，对，他是十八号，我十七号。走。啊，麦皮！还味道巴适，比喝奶茶安逸哈，比喝奶茶好。但是确实，瑞幸的咖啡比那个麦当劳的咖啡，和肯德基的咖啡好喝的多。住这边，好吧，住这边。洒水车就是个骗人的，走了。好吧，坐。坐这边啊，朋友们，坐这边，这边。这儿了，就停车场啊。这边，就这边，这边，坐这边，这边。好吧，这有这边，这里边，
자, 좀 해주세요. 在那有红灯，好吧，红灯。这边，这边。好吧，这边，就这边，这边，这边。小喵，过来哟，过来哟。哦，什么时候整到衣服上面了？把咖啡搞到衣服上面了。杯子有问题啊！
吃啥？吃了，飞儿。坐吧，坐里边，下来。坐这边，好吧，坐这边，这边，这边，不要坐这边啊。小心喽，抓个走掉，我掉水里面去了。我走里面哈。啊，这下面，这下面。又是还又问你是好兄弟，哎呀，他说他说不定听，给你老热天也是老虚。注意到，不要走水里面去了，好吧？走里面，走。拍照，过去拍一张。这儿坐一下，哎呦，来上来上来，哎，坐好，嘿嘿，有水好不能不能那个哈，休息哈，老板。歇歇儿，真是咋子？树叶子，树叶子，渣渣，头上都有哈。再过来，嗯。